我们来到了 Russian River， 这个河的话呢是一种淡蓝色的，非常漂亮。这很多人在这里头钓三文鱼，你可以看到它们没有鱼饵，但是它不断的甩线，这个三文鱼好像就追这个线，而水流非常湍急。本来这个漂流就是应该在这个附近，可以看到这个淡蓝色的水。今天天气太好了，然后天空有一个回字形的云，是 M 型的云，你看